吃。很好吃。很好吃。OK， 我们今天学的课叫做 senses 里面有学到的东西是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耳朵，还有手。手，对了。这个跟妈妈的有很多不行，那个是我自己的。你最喜欢吃哪个口味啊？是什么口味？那个中间的？那个是 strawberry， 这个 lemon。lemon。这个是 coffee。OK， 这三个 ice cream 里面呢，都用了那些颜色，是我们之前学到的 primary color。Yeah。然后这个是我学的第一个。Hello， 可心小朋友，今天我们画了什么呀 ？Ice cream。你就今天用什么方法画 ice cream？ 我们今天的课学到的是主题是什么 ？Senses 感官，我们学了 ice cream， 对不对？OK， 我们今天三个 ice cream 里面，你最喜欢哪一个 ？OK， 为什么呢？它什么口味的？行，我们 thank you。谢谢，拜拜。